我知道你来了，我直播，你怎么来了？美依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和克里斯在一起？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就是去跟他聊工作，我真的是去跟克里斯聊工作的，他。 他最近入住了一个什么新的闪播平台，然后让我去做主播。我也觉得大晚上的就挺不安全的，但我去了以后，我看到就是七八个人都在那边呢，闪播平台的人也在，我们还建了群聊方便工作，合同都带过来，我给你。你真是疯了！我干嘛给你看合同？我干嘛跟你解释啊？我对，我昨晚上是跟克里斯在一起。怎么了？ 是我疯了吧？我还跑去跟克里斯的朋友圈，我还在想你是不是还喜欢我。如果你还喜欢我，你为什么大半夜要去找别的男人？行，你犯不着跟我解释，你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还要说什么？现在你明白了吗？ 跟你分手的前3个月，每一天我都是这样过的。我每一天都在胡思乱想，想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想你是不是骗我出去工作，其实在跟其他女人鬼混在一起？想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我去翻朋友圈。 翻微博，我把你微博列表里关注的所有女生都了解了个遍，我就为了证明我想的是对的。你现在跑过来这么大声的质问我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当时连质问你的勇气都没有，因为我真的特别害怕，我怕我一旦问出来了。 咱俩就完了。对不起。 那3天可见的朋友圈有什么可看的？我8分钟就看完了。哼，那你就不好奇3天以前内容是什么？我有什么可好奇的？不就是今天带妹子去梧桐酒吧喝酒，明天带妹子去开卡丁车，后天再带妹子去泡温泉吗？我的朋友圈照片上面只有鸡尾酒、卡丁车还有温泉，你怎么脑补了一个又一个的妹子？我还不了解你吗？那我今天。 就一张一张的跟解释清楚。哎呀，这一张，我对面确实坐了一个女孩，但那是胖子的新女友。这一张，全场就这一个女孩，老胡的侄女，才8岁。还有这张，乍一看，这又长又美的大长腿。嗯，我们去泡温泉了，那儿的温泉是男女分开的，去问问就知道。你知道这条腿是谁吗？老胡的。 老吴，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呀？你以前不最讨厌解释了吗？以前我觉得你作，我问心无愧，凭什么要跟你解释？但是这么些年你在成长，我也在反思我自己。安全感是相互的，在意一个人就要主动给他安全。马依依，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在一起。 可能我现在仍然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男朋友，但是我会一点一点的进步，就先从给你安全感开始。你看这儿，你干嘛呀？给你录进 Face ID 啊，想秀恩爱就拿我的手机去，让全世界都知道。不过你得先化个妆，我怕你素颜的样子看这么冲。好。当然。嗯。
是不是一时上头才跟我说这些？嗯，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以后的每一天，我做的每一件事儿，我都给你报备。那倒也不用，说真的，有点烦。你一个磨人精，你还嫌我烦？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也在成长。再说了，我也要学会给你一点信任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答应我了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？啊？嗯。但是 Face ID 还是要你。但是你比我小这么多。我也还是很喜欢。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你。你是认真的还是喝多？你要是清醒的时候，你能跟我说的话该多好。我不想占你便宜，明早醒来你会后悔的。后悔啊！不是说吃早餐吗？你在这儿站着干什么？啊，我明显的叫吴颖，发现他不开门，电话也不接。他昨天喝那么多酒，不会酒精中毒了吧？真假的？不是有事吧？哎，那个，我去叫一下服务员吧。也行也行。哦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啊，嗯。我走。走。只要我不觉得尴尬，尴尬就是他。嗯。他看上去好淡定。艾老师，刘雨成呢？他昨天晚上没回房间啊。嗯，难道刘雨成在里面？哎，我也听听。哎，别自己啊！哎，别自己。早啊，各位。早。嗯，刘雨成是不是在里面？在。啊哈。啊。那是不是人都到齐了？是不是可以去吃早餐了？他还没醒呢，我们就不去了。你们去吧。啊。走吧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哦，十一点约了个 SPA。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得快一点。哦，你要去做 SPA 啊？啊，那我呢？你要想去的话可以一起啊。那我不去了，我先回屋了。也行。哎，算了，你一个人也挺无聊的吧？我陪陪你吧。好啊，换衣服吧。请两位脱掉上衣，趴在床上，我们一会儿再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他怎么这么淡定？
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。你不脱啊？我不做了。怎么了？我不喜欢脱了衣服被人摸来摸去的，我见不得你们。哎呀，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吃东西？我有一个问题啊。啊。你要如实的回答。嗯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？喜欢。是男人喜欢，我感觉是一时新鲜。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认识个男生就喜欢啊？那你把我当什么呀？男朋友。什么？男朋友。那我是你男朋友了，现在。你干嘛？想耍流氓？不是，喂，干嘛？我不好意思，我把你的鞋给您放这儿。好，谢谢。哇，魏燕，是他好不真实啊！你不会反悔的吧？有可能哦。不可以啊，不能反悔，也不接受差评，更不能退货。强买强卖啊！那我也想问一下，我是你第几个女朋友？你应该是我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哎呀！